香哦。嗯，不是。哦，你来的刚好，可以来品尝一下，这是从印尼呢寄过来的咖啡豆哦。哦，谢谢，不是。喝起来香醇浓厚，而且很顺口哎。博士，这种等级的咖啡豆不便宜吼。哎，好了。啊，嗯，不错呢。博士，您刚刚说咖啡从哪来的？是从印尼苏门答腊岛的顶级咖啡豆哦。嗯。啊，博士，你说这个是印尼苏门答腊的咖啡？好。这就是那个麝香猫咖啡、猫屎咖啡吗？哦，博士，你知道这些麝香猫啊，它们被关在那些又黑又小的笼子里面呢，每天不断的被喂食咖啡豆，然后又屁屁咖啡豆，然后我们又来把它拿来，哦。虽然这些麝香猫它们体内的消化酵素是可以让咖啡豆去除一些酸味，让它喝起来很顺口，可是啊，这种黑心咖啡还有让我觉得的咖啡，我去喝，来还给你，谢谢。原来麝香猫老兄拉出来的屎这么有价值啊！虽然我很多动物朋友都有吃屎习惯，但我可没有。嗯，哎，那你们误会了。这不是呢，你们口中所说的麝香猫的咖啡啊，这是一般的咖啡。哎，你们看我像那喝那种咖啡的人吗？嗯，不像。不像。哎，这就对了。不过呢，你们对便便哦的反应也不要这么激烈。便便呢，对大部分的人来讲，可能感觉不太好。可是对有些科学家来讲呢，这可是他们很珍贵研究的样本啊。你知道便便里面还有很多的奥秘哦。哇，原来粪便变黄金是真的。是啦，其实吼，要调查野生动物其实啊没有那么的简单哦，尤其是像一些生性机警胆小或者是隐蔽性又高的物种，像是啊，对，石虎啊，研究人员啊要找到它，哎，看到之前它早就都已经逃之夭夭了，更何况啊这些研究人员啊要收集这些样本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东西啊，难度又更高了，所以啊我们就要从生活痕迹去推敲，粪便就是一种生活痕迹，也是研究的来源哦。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事出必有因啊。哦，那不晓得石虎最近的生活的好不好啊？啊，博士，这种烦心的事呢，就交给我就好了。你呢，就好好的去享用您的香喷喷下午茶就可以啦。嗯哼，还好，有你呢帮我分忧解劳。啊，那你就赶快呢派任务给小助理啊。那就交给阿凯喽，博士，我们继续喝。嗯我们现在来到南投鹿谷的山区，那这边呢是鹿谷第一次发生吃虎闯入鸡舍的案发现场。那在我旁边呢就是肖叔叔，他是鸡舍的主人，我们要请他带我们去了解一下鸡舍的状况。那肖叔叔怎么走呢？哎，我们鸡舍在下面哦，我们从这边走。好，那我们走吧。他们食虎来吃这个鸡有没有一个时段？比如说一个月份或者是某个时间呢？哦，大家都应该是半夜了，半夜的时候才来吃。那一开始发现鸡不见的时候，第一个联想到的是食虎？也没有，当初也不确定，还是叫那个保育中心，哦，叫他过来看看这样。那保育中心过来之后，有在这附近加什么措施吗？哦，他就来做这个防护网啊。嗯。哦，他。先前就是先这个铁网的啦，哦啊，铁网就是为了修大坑，哦啊，就是它会从这个洞爬进来。哇，这么厉害！后来再加强这种塑胶网。那肖叔叔，它除了从这边进来，还可能会从哪一边？我看也有可能从这个树爬进来，也有可能啦。那肖叔叔，我们现在是要去看什么东西啊？哦，看他的那他们保育中心装的那个哦摄影机。摄影机，所以这边曾经拍到过食虎哦。哎，对，之前就是哦，这台拍到，它从这边门这边进出，从这边进来哦。哎，那所以其实这个围网它有时候根本就不需要跳过来，其实直接钻进来就可以了。哎，对，之前是洞太大，那它直接从这个洞哦爬过来。案件回溯到2019年1月，肖叔叔鸡舍里的60只鸡，养半年后剩下6只。这段时间里，鸡只离奇死亡。通过诱捕之后，才发现原来凶手就是这只石虎露露。
为了阻止石虎再次入侵，消除鼠与特生中心保育中心合作，以最温和的方式防止石虎偷吃。但离奇的是，至今仍无法完全防范，究竟石虎是如何闯入鸡舍的呢？让我遇到最惊喜，它就是直接就这样就穿过去了。这个照相机多久要来 check 一次啊？好，其实正常的状况下，在野外这台相机我们三个月会来收一次自动相机的资料。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是架在鸡舍附近，那假设鸡舍主人有通报危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来确认石虎是不是有回到这个鸡舍来吃鸡的状况，就可以透过自动相机去收到它的影像。通过监视摄影机，我们发现原来闯入鸡舍的不只有石虎露露，还有白鼻星、穿山甲，甚至我们还意外发现不只有一只石虎进出鸡舍呢。看来凶手不只有一人。由此可知，鹿谷就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但如果石虎长期光顾鸡舍，反而会造成石虎觅食形态改变，这可不是一个好现象哦。而这场人虎斗智看来还需要一点时间。老师，我是雨欣，你在干嘛啊？就是啊，我们要准备追石虎，然后这是在准备工作，这是天线。就是在石虎身上，我们其实在它的脖子有一个叫做发报器的东西。嗯，那发报器它其实持续一直发出一个频率，可是我们人的耳朵听不到。嗯，所以我们要利用这样的器材。那这个天线只追踪一只石虎吗？哎，你看这里的号码，如果你有十只石虎，你就知道十个号码，你就可以追很多只，它不限于一只而已。对，所以今天其实是要请你当小帮手。好，老师，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追踪的这个动作啊？好，这其实就要让你看，这是我们放在石虎身上的发报器。嗯，像这只个体呢，它因为到鸡舍偷吃鸡，所以我们在野放它的时候，但我们也很担心它是不是会一直回来。所以我们的这个发报器，它其实是叫做卫星发报器。嗯，它每天都会定位这只个体，其实我们叫它露露。那我们叫它露露，它在这边，我们想知道它有没有回到这个鸡舍来。嗯，那它每天会接收露露的三个点位，例如说我们一个月来一次，我们就可以知道它这个月来有90个样点，它去了哪些地方。那当然我们也很想知道这样的个体它的存活状况。嗯，像我们追它就知道它好好的活着，然后还有它的活动范围可以有多大。为了再次确认石虎露露是否还持续在附近活动，我跟着老师的步伐一起来搜寻露露的踪迹，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亲眼目睹本尊呢？鱼心，赶快来！哦，有一点点持续的声音。所以表示这附近可能会有石虎，就是露露050，对，就是号码是它的，对，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点就定一个方向了。嗯，去监测石虎的动向的时候呢，听到那个就是哔哔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神奇，原来石虎就在离我们不远处的地方活动着。还有一点我觉得很棒的是，其实当地的居民们都非常配合特生中心的保育员工作，像是他们发现石虎就会通报，而不是擅自把它处理掉。那其实这一些方式呢，第一个会让保育他们的工作更可以顺利的完成，也可以让我们对于石虎更有更多的认知。快点出来哦，别玩躲猫猫了。苗栗是石虎出没的热区，俗话说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可是这里没有排遗，也没有足迹。石虎老兄，你也给点讯息嘛。哥，找这么久，会不会这里根本没有石虎啊？这里没有鸡舍，也没有小动物啊。这个嘛，我也不好说哎。哎，小朋友，你们在做什么？正在寻找石虎啊，正在寻找他的蛛丝马迹。嗯，我正好在做石虎调查，那不如我们一起行动吧。好啊。Yes， 走吧。昼伏夜出，行踪隐秘的石虎在野外难以目击，如今却不到500只。为了研究石虎，捡屎是野生动物保育学者的日常。
动物的便便提供许多珍贵的线索。俗话说，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期待我们能与石虎相遇。等一下，这个我觉得一定是他，我一定是率先找到的。老师，我找到了。发现了什么？我觉得这应该就是石虎的大便了吧？哦，这个不是啦。为什么你可以这么断定？这个一看就知道是土块啦。那如果是石虎的大便的话，它会是整条连在一起，因为它有一些老鼠的毛会连在一起。那我们就再继续找找看吧。可是会不会是石虎的尿尿啊？老师，发现怎么了吗？这个是石虎的尿尿吗？来，你看一下它的尿液的高度大概在什么位置？在这里，好像在这里。我这样对于石虎来说有点高，因为通常石虎体型大概只有到这样这个位置而已。老师说，石虎会到水边喝水，巡逻领域。利用喷尿、排遗或身体气味来标示范围。不过，石虎尿液有特殊气味，与野狗不同，初步判定这为野狗的尿液，所以任务GG了。老师，我们刚刚找了那么久都没有找到半只石虎，那石虎真的有那么难找吗？石虎它其实真的很难找，就是它非常的机警，对于人的警觉性很高，所以就连我们研究人员其实也很少看到石虎的真面目。那通常我们在找石虎的时候，就是会先透过找它的像刚找它的排遗啊，找它尿液或脚印来寻找看这里有没有石虎的痕迹。那不如这样好了，我直接带你们去我之前曾经找过石虎的大便的地方，我们去找看今天有没有。好，好，那我们就走吧。走。这里真是漂亮。那这个就是石虎的大便。哦，原来长这样啊。对，没错，就是你看它的外形是比较条状的。那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它上面会有那种毛茸茸的感觉，那就是它吃的老鼠的毛。老师，那石虎是猫科动物，那为什么它不会像猫一样把大便藏起来？这就是石虎跟猫的习性不一样的地方哦。像石虎它，我们说它领域非常大，那它喜欢它会画地盘，像大便就是用来它画地盘的一个方法，它就会在这种明显的地方大大便。然后呢，如果跟其他只石虎说，它可能它这是它的地盘，所以它们就是不会埋大便。哦，那我们在这里发现石虎的大便，表示这附近的环境还不错喽。对，这个地方其实是石虎米田，那就是我们。就是它都是用无毒无药的方式去做耕作，那这边的老鼠啊，可能鸟类食物都很丰富，对于石虎来说就是个很好觅食的地方，所以这边才会有机会发现这个石虎的大便。那我们在看到这大便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把这大便呢，就是放到封口袋里面，然后拿出 GPS 记录一下这边的就是地点，然后写在封口袋上面，代表说我们是在这个地方发现的。那我们如果想要了解它到底平常会吃些什么动物，然后要怎么做呢？就是要透过这个大便，然后把它带回去实验室做分析。如果它是个很新鲜的大便，我们带回去之后，我们可以请实验室帮我们做第一个可能是 DNA 分析，我们可以了解说这边到底有几只石虎，然后还有我们可以甚至知道它的性别，知道它的这边有没有寄生虫这样的状况。通常像这种干比较干的大便呢，它其实就没办法做就是其他做分析，我们主要就是做食性的分析来了解石虎到底吃些什么东西。等一下就请你们帮我们带到实验室去做食性的分析。好，那就交给你们喽。好，谢老师，走吧。据说便便里还暗藏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哥跟你说，江湖在走，朋友要有。幸好你哥脸面够广，这种事情干单啦。哥哥好快啊！老师，好啦，那这个是蛮简单的啦。石虎大便的话呢，我们就交给我们专业的兽医团队来研究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吧。老师，这是我们千辛万苦才找到的石虎排遗，请你们帮我们抽丝剥茧，究竟一颗大便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啊？好，没有关系，那我们就到我们的兽医院那边，我们慢慢的解释给大家听。好，好，走吧。
哎，张兽医，你好。那等一下呢，这个食物排遗的部分呢，就拜托你帮食堂他们解惑喽。没有问题。老师，那我们今天就交给你了。好 ，OK。通常我们在拿到新鲜的粪便的时候呢，我们会先看一下它的形态，看它会不会太硬或太软。那看完它的外观之后呢，我们会戴起手套。戴上手套之后呢，我们可以打开它的粪便。好，那看到这一颗粪便呢，我们先看它的外观的形状，它是比较硬，然后也比较没有什么水分。假如说是新鲜的粪便的话，可能代表说它的粪便里面含的水分比较少，但是因为可能它保存的关系比较久一点，水分也被蒸散了。对，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表面有蛮多的毛发，这表示说它有在猎捕一些哺乳类动物的习性。那我们再把粪便进行过滤之后呢，常常可以得到一些更多更详细的资讯，像这边有它们的骨头。老师，那我们可以从这些骨头里面知道石虎平常是在吃什么呢？可以看到里面有比较多的毛发，那其实毛发是哺乳动物比较特有的构造，所以我们可以把范围缩小，再可以想说它有吃到一些哺乳类的动物。那我们再看到这边有这个是老鼠的下颚骨，那我们可以再把范围缩小，说它应该是有吃一些啮齿类的食物。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把粪便拿去做浮游法，希望可以看到它里面有没有寄生虫的虫卵的状况。那我们会用这个管子，我们把粪便放进去之后呢，我会加一些饱和的生理食盐水，之后会麻烦你们帮我把它捣碎。对，先打进去了。就先给一点点水就好了，等一下我们会把它补满。这要大概要倒多久的时间啊？不一定哎，就看你什么时候会把它用整个散开就可以了。好，那在等待我们浮游法的5到10分钟呢，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动物的粪便好了。好，接过一下哦，谢谢。这边是我们园区里面的长颈鹿跟我们的猴子的粪便。草食动物排遗，外观大部分是单粒椭圆状，可以看出消化未完成的植物纤维，闻起来有青草香。而台湾猕猴的排遗对植物的传播有很大的帮助，它们在活动时，种子随着排遗被带往他处，让种子能在适合的地方发芽，帮助母树传播种子，是森林里最佳播种者。好，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现在就把我们浮游法表层的简体送去显微镜那边做一下检查吧。好。这样就好了。对，这样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现在来到显微镜这边，针对我们刚刚所做的浮游法来做显微镜下的检查。那我们看荧道荧幕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所贴下去的那个盖玻片呢，上面所呈现的就在我们这个荧幕。那我们可以看到旁边有很多一根一根的，可能是动物的毛发，也有可能是植物的粗纤维。为什么会有粗纤维？它明明就是吃肉，你知道为什么吗？肉也会有纤维吗？还是什么？因为我们的猎物啊是老鼠，老鼠有时候会吃草，那假如草在它们的消化道里面被猎物吃掉之后呢，那些草是不是就一样进到我们食物的体内？所以是它食物的食物。对对对对对。老师，那这个是什么？这一大条？这一大条可能是比较轻的植物纤维，所以飘在上面被我们所截取下来。简单来说，在这个市面上我们是没有看到任何的寄生虫的虫卵。老师，为什么石虎排遗提供出来的讯息是野外调查的重要资讯呢？对啊，野外的野生动物呢，它们的肠胃道里面常常会有寄生虫的感染。那我们可以透过排遗的检测，确定它寄生虫感染的数量，进一步的去推测说这个区域的动物是不是也都有这个寄生虫的感染，进一步我们可以再做后续的寄生虫疾病的防御跟治疗。在大自然中，动物便便有各种妙用，像兔子经过第一次的消化，会排出一种盲肠便，里头含有蛋白质、维生素，吃下肚能再一次被吸收利用，帮它获取最多的营养。无尾熊宝宝从小吃妈妈的便便长大，因为妈妈的便便里含有帮助消化的微生物菌丛，无尾熊宝宝吃了之后，这些菌丛在它的消化道内生存，帮助未来食物消化。另外，石虎利用排遗尿液标记领域，造
巢鸟利用别人的排遗筑巢，是不是很神奇呢？嗯，对啊，天气真的很好。对啊。阿开哥哥传信息来了，要我们多喝水哦。对吼，多喝水有益身体健康，而且我们的水喝得够不够，尿液会说话。如果啊，我们喝的水分超过身体所需的水分量的时候，肾脏会自动将多余的水分过滤，并经由尿液排出。这时候啊，我们尿液的颜色会呈现淡黄色或者是透明无色。相反的，如果我们喝的水啊，肾脏侦测到不足的时候，它呢就会提出警讯，尿液的颜色会变成深黄色或者是乌龙茶色。便便也是有学问的哦，如果吃足够的蔬菜量的话，便便就会往上浮在水面上，然后呢如果吃不够的话就会沉在水面下。对啊，不管是人类的便便或者是动物的便便，都提供给我们健康资讯，哎，这是名副其实的黄金呐。哇，我是咖啡真的很不错哎，哎呀，真可惜，今天 Monkey 猴子不在，没有口福，那不然我就帮他多喝一杯喽，谢谢博士。好啦，可以啊。那不知道这一次呢，小助理去调查石虎的事务呢，不晓得进行的顺不顺利哦。讯息来了，讯息来了。博士，我发现石虎的问题除了路杀，跟人类生活圈过度重叠也很严重哦。因为这样子不仅会使他们丧失原本的狩猎能力，包括可能生态链都会产生不平衡。我也有跟着专家去做了实地探勘，实际去追踪了石虎们的动向，发现如果少了他们，将会是一个很严重的警讯。因为人类跟石虎呢，那个生活的栖地是重叠的。也许呢，从这一次的任务的调查呢，让我们呢可以重新去思考。人跟动物呢，如何共处啊？博士有插播，那个世堂跟世纯他们来回报他们任务的结果。那你们两个的任务顺利吗？顺利啊，老师有说，我们透过石虎的排遗，我们可以知道石虎平常在吃什么，也可以知道石虎有经过这个地点，就可以知道这里有石虎喽。痕迹的变数呢，就是想去了解在这个环境里面呢有哪些动物栖息，从小小的脚印啊，或者一小块的痕迹啊，这可能有什么信息要传达。没错，这就是大自然里隐藏的秘宝。这次调查呢，你们辛苦了，我跟阿凯呢还有要到野外去调查一下哦。就这样，好，拜拜，拜拜。博士，我们什么时候有安排野外调查啦？刚刚佛祖有书信给我啊，说在他的地盘里面呢有其他动物的便便啊，我想这些呢可能要传达什么信息，我们要过去调查一下。好了，不要啰嗦了，我们走吧。哎呦，那猴子真爱搞事，明知道我就有便便恐惧症。好啦，不是你等我啦。